看一个。再一个。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谢国珍。哦，你上一次是不是有参加新竹的比赛？是。好像是有拿到前六。哦，对。上一次是你第一次比赛吗？对。哦，那感觉如何？感觉还不错。还不错，所以没有很紧张感觉。还好。那上一次在新竹你表现如何？哦，我觉得就是成绩还不错，但我原本以为会再更好。你觉得会拿到冠军？哦，没有到冠军，但应该会再往前个一两年，我觉得有机会。嗯，怎么会喜欢健身呢？怎么会喜欢健身啊？其实那时候会开始健身是因为要打球队，然后会做一些体能训练。嗯，然后后来受伤之后就变成就是只有在做重量训练。你原本是什么球队？我原本是打篮球的。哦，所以因为打篮球受伤，然后转做健身的部分，对对，然后健美。对。那你今天是参加哪个项目呢？我今天有三个项目，第一个是新秀形体，然后再来是传统健美，第二个就是公开的形体。那你自己觉得准备如何？准备的如何？我觉得时间上有点紧迫，但我们就尽量做到最好，尽量拿到冠军就是。我稍微看一下名单啊，冠军应该是有点难，但前三应该可以。